糯米浸一浸佢，花生咧要出水，蝦米咧要爆香佢，有臘腸、蛋黃、綠豆咧要煲一煲佢，然後再炒香佢，加啲五香粉落去，有種葉、糯米、花生、撈綠豆咧夾埋一齊。將兩塊鹽咁煲，煲完之後咧，攞翻呢度，跟住擺啲糯米啊，糯米啊，跟住啊蝦米啊，跟住臘腸、蛋黃，跟住咧再攞多塊。再煲住佢先，然後再加啲糯米啊、花生啊、綠豆啊落去，然後再攞多塊煲住，總共四塊，總共四塊，然後咧咁，然後再放翻呢度，然後咧嗰啲米咧。擺實啲咧，就比較硬啲，整出嚟咧就好食啲，整到實啲好食啲。然後咧攞條繩咁，上撩幾撩，下撩幾撩，打一個結綁住佢就得噶啦。嗰種擺落去之後咧，要擺嘅水落去，要睇到嘅水位置，然後咧要煲成一個鐘，然後就得噶。一個鐘之後，個粽已經成啦。好好味啊！好味啊！多謝收睇，拜拜。